赵珊是吗？您的外卖到了。是你。赵珊，点了外卖啊？中午没吃饱吗？啊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是不是实验室里面太闷了？去透口气吧。看到我头上这是什么吗？ 你日益后退的发际线，发际线你个头，救死扶伤。嗯，师傅你太厉害了，你简直人帅心善。嗯，可是你每个月得给自己留点生活费啊，不能老这样啊。不用，我不还有你吗？我养你啊。